人生第二难的盛夏时节，我厂迎来了新一批的青年工人。你是刚来报道的厂医？对。哎，医生啊，平时看你很有热络，实际上就是个女流氓，粗鲁狡猾，心狠手辣。他打架被我指证，又被我怀疑是放火狂。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非但不讨厌他，还有点想保护他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？你是不是到人家以后，那个小心脏砰砰砰跳？咱们玩二大。谁呀、啊？要不要玩点更大？小兰，那天晚上，今天晚上的事先让他过去吧。哎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啊！起码你的他是真的。喜欢就请人过来跳舞。在我认识你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面。1997，我们。